哟，到了今天你们还在忙，可真够上心的哈。 原来是蒋经理，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或许是预感自己即将失败的风吧。你们嚣张什么？我来就是告诉你们，保下何奶奶这个物流中心，你们想都别想。 蒋经理的意思是要毁约？毁约？什么毁约？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，你们做的事全部都是应该做的。 成年人的世界怎么叫出尔反尔呢？我从一开始就是想看你们的笑话。只是没想到你们居然搞起来了，竟然还有门路用了那些个物流站帮忙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就算你们帮得了何奶奶一时，难道能帮她一世吗？天天窝在这儿收送快递，是真的没别的班要上啊。 看来你是想换个套路，要和我们打持久战了。哼，持久战，蒋经理应该耗不起吧？物流中心这块地，你们维训本部应该要的很急，而新开发建设计划的规划施工方案。 最晚最晚9月初就要开始动工。如果在8月中旬前不能顺利回收并完成相关手续，就不得不采取第二方案了。我说的没错吧？这么机密的事情，你怎么会知道？ 消息来的时间刚刚好，至于我的渠道，蒋经理就不必关心了。目前来看是这样，没错。 那我说，蒋经理，你就快点放弃吧，这样大家都好办。距离8月中旬不算很远，你也知道我们不会放弃，会坚持到底。 又何必步步紧逼？挖空心思对付我们，不如把这些时间花在沟通调整成第二方案上。是啊，我记得按照第二方案建成后的整体收益和第一计划相差并不大，刨去成本之类，对维训来说不算有损失。看他这样子，也许在第一计划这条利益链上涉及了不少人。 中饱私囊，还是暗中勾结？说什么呢你？别含血喷人啊！你之前也是如此评价何奶奶的。我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。你们。
要我说这样吧，蒋经理，离事情结束还有几天，我们就堂堂正正立下一个赌约。你最后增加一批订单数，我们能做到，你就别再找我们麻烦。如果做不到，这物流中心自当奉还。行，我答应你们，成与不成就看这一次。你们放心，这次的单子我绝不让你们好过。好，那蒋经理回去好好算算，我们等你的消息。天文数字当然是不可能了，增加订单数的前提是真的有客户下单才行。最近这段时间的数据量我看过了，就算比峰值的时候再多几个百分点也完全没问题。因为对他来说这也是一个台阶。夏燕将维讯的计划收出来的时候，他对我们就再也没有办法了，除非他打算使用一些极端强硬的手段。但我想以蒋经理的个性，他还没打算吃牢饭。可之前把话说那么绝，他又怎么可能轻易在我们面前承认自己失败呢？如果他真的遵守最后的赌约倒是好办，就怕他再次出尔反尔。那我们再商量一下吧，准备个 Plan B。 他答应得这么爽快，指不定有什么猫腻呢。哎，各位，见到我别这么惊讶啊！我可是一有那位单先生的消息就过来找你们了。情况如何？啊，是这样的，当时单先生在我们家旗下的福斯医院接受治疗后，过了一段时间就转院了。后面一开始还会坚持回来我们医院做复健治疗，但坚持了一段时间始终没有起色后，就放弃了。至于之后的事，因为斯纳洛特隐私保护的条规，我也没能查到。工作人员试着联系过单先生以及他的家属，但没有人回应。简而言之，就是也没查到什么最新的或者有用的消息。话也不能这么说，还是有一条的。你倒是早点讲啊。莫毅，这就是你朋友的行事风格。艾尔文，重要的事可以放在一开始就说。我这就说，这就说，有一个未明氏的地址是他外甥的。只有这些了。知道了，无论怎样还是麻烦你了。嗯哼，小事。
我同意，好歹去试试。我刚看了下地址，那边我熟，而且正好合印有个店新开在那条街，我得去看看。要不这次我陪你去吧。那边那位是店主吗？我是。两位想喝什么？我们不是来喝咖啡的，是想来找个人。嗯，什么人？你们认识他？你就是单爷爷的外甥吧？嗯，我随我母亲姓，叫单子琪。何奶奶。你们说的，可我舅舅已经去世了，九年前就走了。什么？自从那场意外以后，舅舅的身体就不太好，整个人都病恹恹的。不过他走得不算痛苦，也是不幸中的万幸吧。你说的那场意外是？那时候我还小，记得也不算太清楚，很多事情是长大后我母亲告诉我的。我就记得有一年舅舅突然出了事，说是在哪个地方进行地下勘测时遇到了塌方。舅舅被救出来后第一时间就送到了首都去治疗，消息通知到家属后，我母亲也立马赶了过去。在首都的时候说差点要截肢呢，经过多方联系才找到了斯纳洛特的专家。那时候我母亲为了给舅舅筹钱，把家里能卖的都卖了。去了斯纳洛特以后，舅舅的腿是保住了，可他的伤拖得太久，后来他查出了其他的后遗症，需要长期住院治疗。我们也就在斯纳洛特定居了。不过我不太喜欢那边的环境，
所以长大以后就自己跑了回来。原来是这样。这个我抱歉，这件事我真的不算太了解。你们知道的，我当时还小。那你方便和我们去见何奶奶吗？我们答应了要帮她找到单爷爷的下落，但这样的情况我想还是家里人当面告诉她会比较好。我需要再想想，可能得问问我母亲的意见，现在没法直接回答你们。好吧，我们尊重你的想法，不过还是希望你能当面告诉何奶奶。电话和地址都已经留给他了，剩下的只能看他的心意了。这我心里也没底。难过了，之前我们不是说无论结果怎样，何奶奶等了这么久都值得一个答案吗？现在这个答案也许会很残酷，但并不该由我们去定义的。